好，你好，我是巧可力。今天我们来一起学习一下 AOA 成员名字用韩语怎么发音。好，首先这个组合的韩文呢写成这样，然后呢读成哎，圈圈放左边和放上面都不发音，所以我们只要看下面啊和右边的发音。好，右边呢发成 A， 然后呢 E， 好，下面发成 O， 好，同样的后面两个跟前面两个一样 A E， 好，连起来 AOA AOA。好，我们现在一一来看一下这六位成员的名字用韩语怎么发音。好，首先第一个啊是我们的队长啊，也是 rap 担当申智敏。好，他的韩文名字呢读成哎思遇到一发成西，然后再加个前鼻音信信。好，滋遇到一发成鸡，然后呢么一咪啊再加个前鼻音敏敏。好，连起来心机敏心机敏。好，这是申智敏。好，接下一个。啊，徐有奈，啊，他的韩文名字呢读成 s o s， 然后圈圈放上面不发音，下面发成 u， 然后 n a na， 好，连起来 so you na， so you na， so you na， 好，这是徐有奈。好，接下一个是我们非常有气质的申慧晶，好，他的韩文名字呢读成 s 遇到一发成 x， 啊，再加个前鼻音 x， 赫 a 嘿，赫啊。除圈圈以外的辅音遇到耶这个发音啊，这个耶这个发音呢都会发成 a， 好，所以是赫 a 嘿，然后子 o 邹啊，再加个后鼻音总总。好，注意到我们这边呢是以赫开头，前面呢这个字有韵尾，所以这个韵尾呢要连过去代替这个赫发音，所以是 n a n， 好，连起来新那种新那种新那种。好，这是生会金。好，接下一个是我们身材非常好也非常漂亮的金所炫。好，他的韩文名字呢读成歌放词首发成科，然后呢可一 k 啊，再加个闭嘴鼻音 kim kim， 然后 s o so 啊，再加个儿化音 so so， 然后 he yo hyo 啊，再加个前鼻音 hyung hyung。 好，注意到啊，我们这边呢也是以赫开头，前面呢有了啊这个韵尾啊儿化音这个韵尾，好，所以呢这个韵尾要代替这个赫发音，是了哟了啊，再加个前鼻两，好，连起来 kim so 两 kim so 两 kim so 两。好，这是金所炫。好，最后一个是我们的忙内金灿美啊，他的韩文名字读成歌放词首发成科可一 k 啊，再加个闭嘴鼻音 kim kim。King， 然后呢，四啊擦，好，再加个前鼻音，灿，灿，然后呢，么一咪，好，连起来 ，King 灿敏 ，King 灿敏 ，King 灿敏，好，好，那么呢，以上就是 AOA 六位成员的名字啊的韩文名字发音介绍。好，这 AOA 呢啊，补充一下 ，AOA 以前是有八位成员啊，推队的是有朴彩娥、徐有庆还有全米娥。好，那么剩下三位呢？如果有机会的话，以后再单独挑出来，然后再为他们的韩文名字发音出个教程。好，那么以上就是今天内容。如果喜欢的话，可以帮我多点赞、多转发以及多多评论。好，那么여러분안녕。